因为一听那个声音就跟马 Q 一样。你会不会凑满十二生肖？兔子、蛇跟鸡没有。所以你今年还赶得上兔年哦、喔？照片很惊人呢，我看一下那个合体的。而且怎么都那么可爱啊？他们感觉都是很乖巧的。对啊，腿好长啊。他们互相认识吗？这么多人？我怎么知道？可能老大跟最小的不熟啊。哦，你刚来哦。哦，那个就是爸爸。哪一个？爸爸在哪？中间那个。中间。不是，那是最大的。中间那个是最大的啦。小四的，小四在里面啊。那个是小四的啦。老的那个大眼镜是小四的，中间那个是爸爸，中间的是爸爸，超强的。等下，那你后来生到第几个？总算是达成你的愿望，是生到一个小公主。没有，我生到第五个之后我就放弃，我就觉得随便了，就一切顺其自然。所以九个都像小男生。对，可是我还是觉得那个儿子还是比女儿还贴心。真的吗？我们是相反，我们儿子超贴心，所以你是老大最贴心，是不是？老大、老二，然后比较贴心。哪一种贴心？回来一家里，他就会主动帮忙，都是他们主动帮忙，帮忙做家事，帮忙做家事，比如说就会主动跑过来说：“妈妈需要你帮忙什么吗？”男孩子要帮忙你去那个帮弟弟妹妹洗澡吗？他们会帮弟弟妹妹洗澡。对，还有最小的那个第九只都是他喂奶，第九只都是老大来喂奶。喂你，然后他抢着跟我要，他知道那个温度哎，没有啊？请问一下，你是不是王兰杰？声音好像哦，好突然的，没有天生，太突然了啦，天啊！因为他看起来很年轻，然后我在那边对声音，你的声音是不是喊小孩喊到长大？你应该是有在抽烟，对不对？你应该是有在抽烟，对不对？应该没有啊，年轻的时候有怀孕，对，没有错。她永远一直都在怀孕，没有没有，就年轻的时候之前是叛逆的女生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一听那个声音就跟马 Q 一样啊。所以你现在应该已经郑重的跟你老公警告说我要 stop 了吧？没有啊，就是到结扎的时间，我还有再给自己两年的时间。啊，如果这两年没有就。可是以你那么容易受孕，我觉得两年也可能再生三个都说不定。目前没有消息。嗯，你会不会凑满十二生肖？凑满十二我就超过岁数。现在差几个？哪几个是还没有？兔子、蛇跟鸡没有。哦，就快到了，快到了，来喽，要来喽。今年就是今年兔年哎，所以你今年还赶得上兔年哦。对，如果再就是真的有。